大房跟二房，好，那二房呢就统计了多少？可以了，来，快来了，不好意思。还有那味道，它有一点像日本的，你看，很有味道那个。No, you're gonna be here. Oh, sorry.你看是这什么形状？是这个，那这是在做辅助呢。对，这才是那个圆形的，刚刚还好看呢。哦，阿姨，这无啥物讲特别造型，当然啦。我拢在搞四处考题啦。哦，安尼我，但我跟舅讲奇怪哦，蝙蝠那种飞啊飞啊，笑飞虾呢。来唱歌哦，可是它的形状也像蝠啊，那个像那个中国古代雕龙画凤有个蝠啊。对，嗯。啊，等一下。还有那个姜，还有那个姜哈。这些都是那个，然后它有 whip， 然后它有 cam， 然后它还有这些是最需要的，也是非常好的，要学生受的，这样就是它的 air for 奶精。然后我就是不叫他们。讲一下历史了哈，这个既然叫老师，老师一定要讲，今天要讲。各位同学，我们埋葬在现在的五妃庙，对，先自杀，帮他埋在五妃庙。那五妃庙那边，那边在哪里？知道吗？大家阿香在外面吃饭吗？对。
皇家里面皇族里面的哈、哦，那个就是王爷。我以为你在拍，没拍。再讲就是你出两只，我是喊我喊四行，这样加起来我就喊对了嘛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没出啊，我先聊，我先学习姐姐很三几滴，三几滴，两箱，两箱，两箱好，三箱，四行，单几滴嘛，单几滴，亮亮，亮亮。三闪四红，啊，这只要整理一下，我们要打一个问号哈。我不去。拜拜。齐聊。你是什么人呀？你偷偷两个。你何苦的心事？靠！哦，你这不是啊，行行出状元。这什么人的宝贝？我的宝贝。等我关来，哎呦！刚，哦，别看了，这灯笼，这灯笼，哎呀，厉害！这个曼妮，曼妮，对，漂亮，来，你看，好美哦，照相，照相，不想回家了。你看，给等一段，哎，照相的芒果，大家有在录吗？君不见黄河。看看里面听得懂听不懂？哦，还是我会成语，我学成语来的。对呀，一定要测啊！然后要唱出来，唱到名字，名师。好，继续。我吟的是闽南读书音，叫闽南。闽南读书音，对，它也不是台湾话，是台湾的读书音。据说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别再读作黄河之水天上来。哦，这肯定。还读个。风和积水天上来，风和积水天上来，分流的海不流海，分流的海。我的调，我的音是这样的音，你们未必听得懂。我不会啊，很好听啊，我意味。像唱歌一样。啊，我来给我们几句说哈。的海不流海，分不见各东连根比别。发雕如青丝莫成雪，青青流血心，还君情。一百九，就没丢脸。对啊，其实奥伦治世他们好像，一个国王，荷兰的一个国王，他可是那个城还没有建完之后，那个国王好像就已经失势了。哇，这么多东西，那你这样一碗就好了。